普利高津呢，他现在呢跟俄国的正规军呢，跟国防部呢这些正规军系统啊发生了各种冲突以后了，那么当然普京那么是乐于就是看到他下面的一些各派了相互的这个在制约，甚至发生内讧，那么这样对普京的权力呢，应该说是有一种分而治之的这么一种策略了，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他安全的。那所以你如果看到现在的话呢，作为普利高津，那么他心中非常清楚，他的整个发迹就是依附在普京的那个就是权力体系上。那么如果他现在呢，就是说跟普京呢，就是那个出现矛盾冲突，而且他也没有说他直接在反普京，那么他只是说他要那个追求那个公正。我想普利高津他也非常的清楚，如果他跟那个普京展开一场就是对决的话，恐怕他的牺牲呢也会很大。那么无论他自己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下面的这些那个人马，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说由白俄罗斯总统那么那个出面呢进行个斡旋呢，我觉得这给双方呢都有个台阶下。普京应该说是他23年来了就执政了遭遇的最大的一次一个挫败。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不仅他的那个私家军呢属于这种党卫队了，那么而且国防军呢，那么对他呢我觉得就说领导能力了和的角色了，那么都那个发生了强烈的质疑。而且你可以看到俄罗斯民众了，那么在逃兵役的时候，你看大量的人呢外逃，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当普利高津他的那个军队呢向北挺进，往莫斯科那个走的时候，那么许多的民众呢，你看到是非常的那个兴高采烈，也那个支持的。所以应该说呢，普京呢现在确实是遭遇到他的权力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点。我觉得其他的军政变有可能发生，既然呢这个口子开了，大家觉得已经看到普京的这个脆弱性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未来呢，显然瓦格纳军队呢不会这么就安停。我觉得即使他们的领导人那么那个跟普京妥协，我觉得下面的这些副手或者其他的军官，那我相信呢恐怕呢也未必就是完全就是令行禁止吧。那么第二呢，那我认为每天呢我们看到这些发生这些事情呢。俄国的正规军呢其实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呢其实蒙受很大的一个羞辱，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呢，他们呢其实失去了他们的威信了，失去了他们的那个过去的这种光彩了。那所以我相信呢，就是俄国的这个国防军里边呢一定有许多的不满，那么这里边呢有可能就是说引发兵变的可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认为呢，俄罗斯呢不管怎么样是经历过民主化的过程，而且在过去的那个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俄罗斯的反对派力量呢那么一直在成长，那么许多包括俄罗斯原来体制内的这些寡头人物呢也都那个脱离了体系进入到反对派队伍，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呢还是有可能有这种民主的反对力量呢那么推动一场普京所担心的天鹅绒革命。当俄罗斯自己内顾不暇了，自己内讧了，那你可以看到对乌克兰的这个士气了，这个确实是那个激励是很大的。那你看到乌克兰军队呢，现在呢那个在这个发起反攻，因为毕竟瓦格纳军队呢就撤出了许多的关键的要塞，那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呢那么是会趁此机会了，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短暂的俄军和就是瓦格纳军队的发生混乱的时候，本身他们就一直在准备一个大的一个反攻，那么这种机会了，那么使得那个俄罗斯或者是国防军或者是瓦格纳军呢，我觉得有一种军心涣散了，一种乱了方针了，那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